我们欢迎丁胜豪帮我们讲解 Ruby 上 Redis 的四种写法。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上海人，然后但是我现在定居在日本，所以我是这次从日本飞过来给大家讲这个题目。虽然我两个星期之前刚刚来过 RubyConf 台湾，所以刚飞回日本又飞回来，对，我感觉入境署的人看我眼神都不太对，这个人怪怪的。然后大家发现讲这个 Ruby 的题目好像现场做了就只有半个教室都不到，是不是有一种 dead language 的感觉？其实没有，今天我要给大家树立一些信心。就为什么我要把 Ruby 和 Redis 放在一起讲，就是因为在 Ruby 上面用 Redis 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完全意想不到的用法。那么当然我们这个题目叫做 Ruby 上 Redis 的四种写法，其实本质上是希望大家通过了解不同使用 Redis 的方法来理解到底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Redis。 Ruby 上到底用 Redis 的方法有几种，就跟这个回字有几种写法一样。这个我觉得小的时候念这个鲁迅的孔乙己的时候，他说回字有四种写法，但是教科书上老师说回字只有三种一体字，没有第四种写法。但是翻了很多古籍之后发现它真的有第四种说法，说明鲁迅是对的。所以当然第一种写法大家可能就很熟了，就是 Redis RB 嘛。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在实际的生产当中有用过 Redis 的。哦还好还好，还有一点。当然这个 Redis 点 RBAB 就非常简单嘛，就 require Redis Redis 点 new 连上之后就什么 Redis 点 set Redis 点 get。 但大家知道在用 Redis 点 set 和 Redis 点 get 的时候，这个 Ruby 它本身提供的这个 gem 它背后到底做了些什么吗？其实最核心的 code 只有五行，它长成这样。method missing 是 Ruby 当中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就是说当它你调这个实例里面的方法它找不到的时候，它就会找这个方法，然后它会把你的第一这个 method 本身作为它的 command。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 Ruby 当中的这个 method missing 这个东西的本来的执行的效能特别的差，所以说呢为了提高它的效能，他又把所有的常用的指令像 git set 又重新写了一遍，虽然它的内容跟那个 method missing 是一模一样。当然如果大家就算没有实际在专案当中有用过这个 Redis 的话，可能你也不小心用到过。比如说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这个 action cable， 好了这下真的没有人用。Action Cable 是 Rails 5当中引入的一个对 WebSocket 的一个抽象，所以你看 Rails Guide 的话会看到这个 Action Cable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在前端和后端都用 Action Cable 的话，它就可以代替 WebSocket 本身，而 Rails 帮你做了一些封装。这个是Action Cable 的效能，下面那两条线分别是 Go 和 Erlang， 横轴是它的连接数，纵轴是它 broadcast 一条 message 所需要的时间。所以你看到这个 action cable 的这个时间非常的神奇，它和其他的东西都不在一个世界里。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到十秒上面就不见了吗？因为它并不是大家看到这样，如果大家看到这样以为它是 linear 的，对不对？但是它其实实际测下来它是有点像指数型的，然后它到那个十秒之后就蹭一下上去了。如果你在比较强的 server 上跑这个东西，可能能测到这个 10K 的 connections， 如果你用一些比较弱的机器，还有一些就作业系统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机器，比如 macOS， 你可能跑个几 K 甚至几百个 connection 它就会断掉啊。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原来说这个Action Cable 的实作当中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WebSocket 连接，因为 Rails 它完全是多形成的 model， 所以它在每个形成它都去 watch 一个 Redis 的 connection，
然后当有这个 WebSocket 进来之后，它就把它用 Rack 直接把它送到 Redis 里面去，然后通过下面 watch 到它的东西之后，再去做处理，然后再弄回去。所以这当中额外多了一步，而且更可怕的是 Ruby 当中 Redis 的整个 driver 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它是 IO blocking 的。这对于像 WebSocket 这种对 real time 有要求的 application 来说是非常致命的。那么对于一个 Rails 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个请求上来，它的 response time 很长，但是实际我们测试之后会发现，其实 90% 的 time 都是 IO blocking 的 time， 并不是真正它耗费 CPU 很大。而大家要避免这个问题，往往就是在 Rails 里面开特别多的行程，然后那个记忆体的消耗非常非常大。但是你仔细去看 Rails Guide 里面关于这一段的描述的话，哎，你会发现它 dependencies 里面写的是什么？说 Action Cable 啊，它 provides a subscription adapter interface， 然后它有一个default 的 adapter 是 async， 哎，那 async 也就是说它是异步的了。那为什么它明明是异步的，但是它的效能还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仔细看它的 configuration， 就会发现它只有在你 development 的时候用的是 async 这个 adapter， 当你实际上做 production 的时候，它会用 Redis 那个 adapter。那为什么它要这样做呢？因为你 development 的时候其实不是多行程的，它那个 async 本身因为它都在一个行程内部，所以它去做这些状态的同步啊什么本身就是没有问题的。而当它有这个多行程之后呢，它本身的那个 async 的那个 adapter 写的不是很对，所以说他就不得不再引入一个东西，比如说 Redis。 但是他的这个 Redis 用的是同步版本的 Redis， 并不是异步版本的 Redis， 所以Action Cable 其实现在本质上还是同步的 WebSocket， 所以它的效能毋庸置疑就会变得非常的差。那么如果讲到效能的话，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有一个专案叫 EM High Redis。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你是近两三年才开始写 Rails 的话，你可能会对这个专案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它在四五年前的时候还挺火的。因为 EM 代表的是 Event Machine， High Redis 是 Redis 的它的一个 C 的 driver， 然后它把 C 的 driver 在 Ruby 上做了绑定，然后用一个叫 Event Machine 的东西来做异步。当然它有一些小问题了。首先 Event Machine 这个案子本身就写的有点问题，它经常会 crash， 所以这没有人在用了。包括现在 Rails 当中现在那个 async 的 adapter 其实是用 Neo4r 做的。Neo4r 是一个用怎么说，用一些就是现成的一些 C++ 上面已经很好用的一些 asynchronous 的一些 framework， 然后在上面绑定了一层，然后它做到和 Java 的 NIO 的整个 API 是 compatible 的。但是在四五年前大家还是用 High Redis Event Machine 了。但是除了这个本身执行上的问题，执行上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改嘛，只要有反正是开源的，只要有 contributor 拿上去改就是了。但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它 code 是怎么写的。 Redis.set.callbackdo， Redis.get.callbackdo，他用了一大堆 callback 来做他异步的事情。哎，2019年连 JavaScript 都已经不这么写了，如果我们在 Ruby 里面还这么写，是不是真的很傻？所以我在2017年的日本的 Ruby 开机上有做一个 talk， 然后 talk 的题目叫 High Concurrent Ruby Web Development Without Fear。 这个 framework 就是说我有单独做一个新的 framework，它是利用 Fiber 和 Neo4r 做的，它的方法、它的语法和 Sinatra 几乎是一样的。然后你只需要，然后我用了，因为 Ruby 有很好的 Metaprogramming 的特性，所以我用了 Metaprogramming 的方法给各种 Redis 的 Driver、Postgres 的 Driver、MySQL Driver 都打了 Patch， 让他们都用上 Fiber， 能够自动回掉。所以说，它哪怕你用同步的方法来写，它也有非常好的效能表现。这是我们当时跑出来的 Benchmark， 这完全是就是单行程单执行序的情况下的 benchmark。 就在我那个 framework 叫 Middle， 它的 performance 甚至可以比 Express.js 还快。哇，这看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因为全部都是靠 meta programming， 我并没有完全重写这些 driver， 只是把它的核心部分给改掉了。
不过就在这个 framework 写完了一年左右吧，我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一个人 maintain 那么大一个东西实在是太痛苦了，就是有修不完的 bug， 然后我还要上班，所以当然想怎么做呢。但是过了好像差不多一年之后啊，有一个新的专案叫 Falcon， Falcon 它几乎跟我做了一样的事情，但是它是 record based 的，所以它对 Rails 啊之类的本身的相容性更好一些。它甚至跑到了 100K 的 WebSocket， 因为它支援多行程，所以它做的效能非常好，它在今年的7月份跑到了 100K 的 WebSocket。 但是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它的 Redis Postgres 那些driver 还没有完全的适配好，这使得你哪怕用了 Falcon， 你在上面直接跑 Rails 的话效能一样会很慢。所以说我最近有在考虑，就是说我会把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之前做的这些 driver 全部都迁移到 Falcon 这个上面去。如果这样在未来几个月能做好的话，大家可能可以在 Falcon 上再打一些 patch， 在上面跑 Rails 会跑得快特别多。当然这三种方法主要是对执行效能上面的差异，就是 Ruby 上在执行效能上，在 Redis 的执行效能上可能做得不太好，但是 Ruby 在 Redis 的开发效能上可能会做到其他语言有一些做不到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 Redis 到底是什么？ Redis 是什么？如果说大家用 Redis 主要是把它做 cache 或者做 counter 的，有没有人可以举一下手？OK， 所以刚刚举手大家用 Redis 的几乎都是拿它来做 cache 或者做 counter 的。所以我们打开 Redis 自己官方的网站，看它上面说什么。 Redis is an open source in-memory data structure store used as a database cache and message broker。 所以在 cache 之前它是什么？它是 database。 哇，谁把 Redis 当 database 用，太神奇了吧。然后我们打开 Redis 的 command list， 其实大家用最多的可能就是什么get set increment， 但是你看那个 Redis 的那个 command list 也有真的好几百个，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有什么连 hyper log log list pub sub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它都有。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用 Redis？ 我们在用 Redis 做 cache 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什么？首先 Redis 它很好用，它很好，很方便就能安装，它的command 很简单，我们只要随便弄一弄它就可以用，这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第二个是什么？它支援像 TTL， 如果我有 cache 我要过期，我需要有很多跟时间相关的东西，我放到 MySQL 里面可能跟时间处理的方法不太方便，但是 Redis 支持 TTL 它非常好。它还不支援 LRU， 这 LRU 就可以说我可以在做 cache 的时候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演算法，可以调整我 cache 的策略啊什么的。然后它比如说还可以支援 Lua， 所以如果实在有一些什么存储上的问题，我可以直接在里面写个 Lua script 来跑之类的。所以通常这些理由是我们使用 Redis 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Memcache 的在做 cache 的一些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这四个理由，会发现这四个理由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它很好用是因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单执行序的 key value database 嘛，所以它很好用，它的逻辑很简单嘛。那它 TTL support 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其实是支援基于时间的一个 message broker 的一种模型。而它的 LRU support 其实是因为 Redis 的内部它支援了很多的 data structure， 而它支援 Lua 就说明它是 Turing complete， 它是图灵完备的。哇哦，这看起来右边就是你实际做的，昨天左边是你跟老板讲的，或者右边是你实际做的，左边是跟投资人讲的。哎，我们就这么讲，我们真的要把它做 database 这很难啊，我们怎么做哎？昨天在同一个教室，就这个301，但今天我们不是换了教室。在301下午的时候有一个 talk 叫 Concurrency in TiKV，
这个 talk 呢，讲的是一个database 叫 TiDB， 是由 PingTap 做的一个完全开源的资料库。TiDB 是一个 MySQL compatible 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能够就是很好做水平扩展，然后可以做高可用，而且完全是全自动分区，完全就是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不像那种你 MySQL 本身的 cluster 方案，你需要调它很多分区的设定。然后它本身怎么做呢？它用 Raft 做了一个完全分散式的一个 database， 但是它的背后是一个叫 TiKB 的一个存储的模型，然后再下一层是 RocksDB 的纯的 KV 存储。所以你会发现 TiDB 它虽然是 MySQL 这种那么复杂的关系型的资料库的这么一个始作，但是它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 KV 存储。那如果说我们在 Redis 上面做某一些抽象，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 Redis 当成一个很好用的资料库来用呢？如果说我们要面向所有的语言，也许我们就要像 TiDB 一样在上面再做一个 wrapper， 专门做一个application 出来。但是在 Ruby 里面我们竟然不用，有一个 gem 叫 Ohm。 Ohm 的作者他虽然不是 Redis 的，但是也有看到他给 Redis 做过一些 contribution， 所以他对 Redis 本身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我最早知道这个 Ohm 是在 RubyConf China 的2015，他是在第一天下午有一个叫肖雪杰的人做了一个叫 Less Code， 就是说怎么把 code 越写越少，怎么把 code 越写越少的一个 talk。 他在里面就介绍了如果只用 Redis 来做资料库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 Ruby code。如果我建一个新的 class， 它继承自这个 ohm model， 然后建一些 attribute， 然后 attribute， 然后它还可以有 reference。 reference 是什么？就是 has many 啊。然后它还可以设定这个 counter， 然后可以设定 index， 然后它的 index 其实就是用 Redis 内部关于 hash 的很多的 command 来做出来的。然后做完这样子的东西之后，你就可以 event.create，event.update，event.all.2a， 这些东西的用法可能就跟大家平时用 active record 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大家用 active record 其实实际上也没有真的在拼那些 SQL 了。如果我在上面弄一层，你完全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ohm 的整个实作它只有1548行。这比起 Active Record 好了很多，更重要的是 Active Record 大家不知道 debugging 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如果出一个什么 bug， 特别是如果真的遇到 Active Record 的 bug 了，哇，那个 stack 打出来长的跟什么一样，动不动几百行，还有很多那种完全就匿名的一些类别，然后当你出现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个你去看那个文件里面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你还要一行一行 source code 去研究到底什么东西产生了什么 class， 最后才能找到到底是什么 bug。 而它这个1500多行几乎完全是 flat 的，所以当它 crash 了，但我也很少见到它 crash， 它 crash 之后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它问题。可怕是这个 gem 好像已经至少有一年多没有更新了，但是我上生产上了四五年用这个东西，哦，没有四五年，两三年，但是这两三年里面完全没有遇到过它出任何问题。所以其实你发现如果你一行 code 都不写它就没有 bug，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写1500行 code， 它绝对比你写150000行 code 的 bug 会少很多。我拿这个专案实做的时候，主要有做过这几个东西。一个是用来管理用户的 token， 就我可以管理用户的 token， device name， device ID， login IP， last IP， 然后我还可以设定它的 TTL， 然后如果用户在操作我可以 update 那个 TTL。 然后这个为什么我要关心它的 device ID 啊，关键它 login IP， 这样如果我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我们的风控系统，就可以直接确定这个用户他到底比如有没有可能是个机器人。然后但是如果你把它完全写到 MySQL 这边写进去那边读出来，这个消耗非常大，特别是用户每次操作你很有可能都要更新整套风控系统，你都变得特别痛苦。但你放到 Redis 里面就不一样了，它会变得非常快。然后除了这个应用以外，我还做过一个就是关于收集气象
气象自动站呢？因为气象自动站它每小时都会产生非常多的资料，然后而且它是很稳定的，每个小时都会产生那么多，所以你也不能说啊，我有什么啊峰值谷值猜一猜什么什么，就大家平时用那些很多在 MySQL 和 Postgres 上做的很多优化的方法都不是很好用。因为比如说大家像是就我来之前特意查了一下这个交通部的这个气象局，当台北也有大概十几个这种自动站，这种自动站每小时都会产生这种资料，然后如果你把它完全做成基于 Redis 的方案的话，它会变得快很多，但是你单纯用 Redis 做，你那些 key value 又很难 maintain， 但是你现在用了 OM 之后，你可以完全把它当关系型的资料库来用，所以就变得很方便。然后当你全部拿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送到 后台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下这样子的废图。哎，我真的没有开玩笑，这个图啊竟然是在气象局的官方网站上找到的。大家让我们这个看好这张图，分享给大家的，分享到 LINE 社群里面，所以我就把它带过来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很了不起。当然Redis 本身可能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大家用 Redis 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比如说你可能不一定是气象的资料了，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老的资料可能就完全应该放到磁盘里面，然后可能只有一些完全新的资料是热的，而 Redis 对于这种基本上你的资料数量大于记忆体本身的时候，它就会处理的相当的慢。因为 Redis 实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 Redis 实在用到后面有一些效能问题，也有一些替代品了，比如说有这个 SSDB， 它是一个就它背后又加了一个就是Google 的那个 LevelDB， 然后它会把一些冷的资料放到 LevelDB 里面去，然后它的对这个更大的资料的时候，它的这个资源会变得比较好，但是它对热的资料的处理的效能跟现在的 Redis 差不太多。然后还有一些像 Codis， 这个是就是那个 TDB 的那个公司的那个 CTO 吧，他在去 TDB 之前做的一个 project， 但是我发现这个 project 好像自从他离职之后就几乎不维护了，所以这个 project 是做一个 distributed 的一个 Redis， 它比 Redis cluster 支援的东西还多一点。当然除了这些，可能还有一些比较 fancy 的东西，像 Thai Redis， 就是背后是 Thai KB， 上面是 Redis 的一些东西。就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介绍这四种写法，并不是说真的介绍这四种写法。其实前三种都在说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正视 Ruby 上现在 Redis 本身存在的效能问题，我们可能要改善它，然后我们要正确使用 Ruby 上的 Redis， 就是 Ruby 上现在一些 Redis 的 driver 可能写的有一些问题，如果大家遇到效能瓶颈的时候，一定要正确使用这些 driver。 还有就是发挥好 Ruby 的优势，用好 Redis， 就 Ruby 有很多 metaprogramming 的特性，所以有这些 metaprogramming 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把这个，比如说把这个 ORM 完全就映射到 Redis 上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你在别的语言当中我也看到过一些实作，我特别见到一个在 Golang 上的实作叫 GOM， 就他说把 OM 移植到 Golang 上面去，然后他只做了这个 OM 十分之一的功能，然后他已经四五年没有更新了，所以如果在座有疯狂的 Golang 支持者，请务必做一个新的专案，把那个 GOM 变得好用起来。然后就是把这个 Ruby 本身的简洁性和 Redis 这个的简洁性做有效的结合，因为只有我们的 code 很简洁、很短、很少，它才不容易产生 bug。 当然还有一个额外的事情，最后再介绍一种 Redis 非常 fancy 的用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 11引入了它的标准库，引入了一个新的东西叫 Compare Exchange Strong 和 Compare Exchange Weak。 这两个东西在它其实在那个X64 的那些 Assembly 里面的实作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有一个 Assembly Code 叫 CAS， 就是 Compare and Swap，
哦，那谁会用这个东西呢？最常见的就是锁 lock， 因为它是原子性操作，所以很多锁会用这个方法来提高它的效能，对 X64 做专门的优化。如果你对效能不是很关心，但是你又是多行程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办法用这种东西嘛。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其实有了，你可以用 Redis 的这个 multi， 就是它的 transaction， 尝试先 get 然后 set， 然后看 get 到的东西和 set 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抢到锁。因为如果它你在 multi 里面，你在 set 的过程当中 get 本身发生了变化，它会直接抛错。所以这时候你比如说一个 scheduler 派发任务下去，大家 process 就上来去 Redis 里面抢锁，然后把锁拿下去，可能就可以做好你的这个简单的分布式的系统了。嗯，当然这个比较简单，因为 Redis 本身它high availability 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说如果你真的下面有个特别大的 cluster 要管理的话，Redis 到时候一 crash 你可能就真的完蛋。但 Redis 说实话真的 不容易 crash， 因为 Redis 也就那么几行东西，所以它的原理也很简单，除非你机器断电啊之类的问题啊。所以以上就差不多是我分享的这个 Redis 的四种写法以及它背后原理和的一些思考的东西，谢谢大家。感谢就是丁胜豪带来的分享，然后大家对于刚刚分享 Redis 有什么问题可以要询问的？好，等一下哦。谢谢你的分享。我想问说，你有说你在大选上面有用那个 ARM 的解决方案？你可以再多说一点，譬如说我看刚才有基本的一些 update 啊 create 那些东西，那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写那个是 web application 吗？差不多，我是用 Sinatra 做的一个 pure API。 OK， 哦，所以是 API， 所以对，说有时候我前端需要有一些跟后端查询一些资料，它要怎么样去弄一样是跟你就放到 models 里面，只是你正常 model 是继承自那个 active record 嘛，这个你就继承自 own model，然后你 initialize 完之后，你就正常把它当一个 object 来用就行，你完全不用关心它背后到底干了什么。OK， 对，好，谢谢。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的吗？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丁胜豪带来精彩的分享。啊，我想起一个事，下周有 RubyConf China。如果大家现在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可以现在就买机票去。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下一场。